些业力在空心里看见了这，看见了那，跟我们境界有啥区别？大家说，哎呀，我看见什么了？哎呀，我看见什么？业力不同，都不同，因果也不一样，是吧？嗯，随业发现的，看见的，找到的，我在空心里面找到个宝，我找到个烦恼，是吧？人家说我找到个快乐，他找到个烦恼，空心里什么都有的，你偏偏找烦恼吗？你会找快乐吗？空心里面什么都有啊，就是一切具足啊，就是业报不行嘛，我们福报不够。人家极乐世界众生也是，就算你找个金子，极乐世界众生满地都是金子，找金子也行啊，不是说你，只是你福报不够嘛，因缘具足不了，娑婆世界生的金子少，它是共业生出来的，但是这一位少，它才变成了金子。如果多，大家就叫它石头，是吧？这是要修定的，光看就要修定，每天要修一嘴，每天修，人坚持，总有一天不修定，你这个根尘脱落真的是头脑里边不生法相的境界，永远体验不到。嗯，永远头脑里边一大堆分别认知，就算你木端坐在这儿十个小时不动，那也不是，他也脱落，就是修定，被静转，要体验到不生法相的境界，头脑里不生法相的状态。Thank you.